哎呦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八斗子公园。那今天我就来这里走一下，看一下就是有什么海岸的美景可以看一下。可是今天天气不太好，就有点雾雾的啦，所以就不管啦，就出发看一下吧 ，Go。感受到海风的感觉，有吗？到了，可以看到海了。那个，等下那边还有再走过去。我今天就把这边就绕过一遍吧。好犹豫。我要再一次。下得去，上不来的楼梯了，对不对？噔，右边往海边。左边渔港。这天气真的很差哎。海岸很凉很凉，有海风也很凉。我们要继续朝着山顶前进 ，Go！ 要去山顶上面拍照，因为现在天气很雾，需要晚一点，就是云比较薄开一点，可以看到比较好的景色。可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平常天气好的话，有点蓝天白云，应该是真的是很适合拍照的地方。现在走到交叉路口，左边会到望游谷，那我等一下回来再去赶吧。所以我就继续往上走，所以现在这里算是最高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找到最高点，所以我刚刚是从那边一直走过来，那边啊，渔港那边啊，八斗子渔港，就全部的全景就是这样。开制高点，那我就往下走，往前面看吧。基隆屿碉堡，对，蛮多人在钓鱼拍照的。前面这里就是基隆屿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蛮多人在钓鱼的，蛮危险的。然后最近好像蛮多新闻说有人被浪卷走，所以大家如果来钓鱼要注意安全。那其实走到那里就是终点了，所以就是还要再绕回来。然后那边就是八斗子渔港。这就是碉堡上面全景的 view， 这天气真的是不太好。我现在往下走，望游谷。那我们也才从稍微看一下到底是怎样。应该没有很远啊，我觉得这应该一小段而已。对对，它其实只是绕过来，然后可以绕一圈嘛。然后你要去渔村就走这里，然后我现在是要回停车场那边的话，就是走这回去，所以一样是绕一圈可以回去这样。有啦，就到前面那里了，我们那个走下来那个楼梯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咯。然后我觉得是个平日假日啦，假日可以来，或者是有空的时候来走一走，来海边走走，吹吹海风。可是因为它这边没有遮蔽物，所以如果天气很热的时候，记得要注意防晒啊，或者是多喝水之类的。那就先这样喽。